人性是信心560，我这一道边边。先念一遍，再大家再念两遍。通修行的是多，做工的是少，所以恁着求圆主逼工去甲伊修行。大家来念
通修行的是多，做工的是少，所以恁着求恩主逼工去甲伊修行。通修行的是多，做工的是少，所以着求主恩逼工去甲伊修行。方言是咱认这方言是我伫地识的这边会会用啊。能够接大家平安，今仔日天气安尼好无？算袂歹啦吼，好落雨就好吼，暴风真大吼，啊所以来参加礼拜吼，会去三个穿互烧吼。人来遮讲啊，无礼拜无感冒，礼拜一日等于煞感冒吼，煞互人讲啊，安尼就较无吼。所以啊来参加礼拜是咱连裤穿互烧啦吼。啊，咱今仔日有看见过来的新的朋友、少年朋友吼，是咱的中间吼，啊，这是蔡教授吼，把咱带来吼，还、啊、是咱台左维新吼，台左维新这是一个少年朋友啊，因所组成的一个安尼组织吼，迄、那个吴经验吼，经验诶，李新啦吼，李新林招对，哦，李新突然一下吼。有没有？我去变数，哦，李欣吼，啊，这个下一路超高速是师傅来介绍我，这个小新的女朋友啦，小新啦，啊，我蛮赞赏你，啊，另外一位是所以啦，黄所以，啊，小新加所以起码本来是台左。啊，即马今日去带来甲大家熟悉，即马是公投门，啊，所以两个咧直接无同款的工作，啊，先公投门，啊，先来甲大家拜年啦，好，咱欢迎您参加咱的聚会吼，啊，遮少年朋友吼，啊，就去蔡教授安尼，啊，带一群青年朋友，啊，渐渐吼开始啊，投入啊，伫即个校园中个旁边吼，啊，介绍一位朋友吼。吴经验吼，不能去。吴经验的小心吼，哦，小心叫做吴经验哦，我刚才叫小心了。OK， 啊，因拢是过去吼，啊，伫去年有时候你要参加这个一万的训练吼，因有参加过训练啦吼。
啊，所以吼，因、哦、啊，比较礼拜前甲牧师讲，啊，因即摆阁招真侪青年朋友吼、哦，想要阁训练安尼吼，你若排时间啊，我就甲恁训练吼，啊，我想这是真好诶一个机会吼，而、哦、且先甲咱做一款诶介绍吼、哦，来，小心，现在大家吼、哦、欢迎一下吼、哦，青年导吼，青年导 ，OK， 好，不错。啊，咱有几个需要咱作为关心的兄弟吼，特别的吼，啊，咱关心这个林大哥吼、哦，林大哥，啊，牧师找伊的时阵，伊拄拄啊，等于长庚吼，刚等于回诊吼，啊，咱的医生呀吼，医生呀陪同伊吼，啊，等于长庚回诊，在这种情况较好势啊吼，对吼，伊讲啊，这个有加真好势啊吼，咱忙继续为着伊祈祷。啊，另外啊，咱所敬听的啊，洪志长老吼，伊、哦、爸爸顶阵啊吼，因为肺炎啊，所以入振兴医院啊，即摆已经出院等于厝内休养吼，啊，无需要去遐看，是讲我已经出院等于厝外吼，啊，咱个继续啊关心啊来下人医啊，英宗兄弟吼，也阁继续伫厝伫静养，啊，福州无输牛，伊个脚开刀吼，脚开刀。啊，即卖咧吼，应该是较好势个吼。啊，好处无输顶礼拜吼，顶礼拜啊，可能感冒较真严重吼。我咧想讲啊，那好处无输即礼拜，轮到伊讲过吼，叫我拍电话伊是讲哦，好啊啦，吼，你做一下就好啊吼。啊，咱感觉上个，因稍等来，咱就中间来讲过吼。啊，好处诶，佮另外就是讲，后天听后天特别拍电话甲咱说多谢，伊讲多谢，也是大家关心已经。啊，顺利出院吼，顺利开刀，还已经出院啊，等伫厝咧休养静养，啊，把咱继续为着遮个实际欠安的乡亲们啊，伫祈祷中间三孝念。啊，伫今年咧二二八吼，二二八的活动，咱来看最后吼，咱祈祷最后一天吼。这二二八的活动吼，啊，伫咱台北场。二月二八就是拜六下晡两点二八分，啊，伫这个头前遮有一个啊纪念的这个仪式吼，啊，这是国家联名主办的吼、哦，国家联名啊邀请咱的总会到社委员会委员来参与，啊，这个若时间会较好的人吼，咱委员欢迎大家来参加。伫三月七日吼、哦，三月七日，咱已经签好势，啊，要伫这个音乐台啊，一、這个较大型的教会有三个中会。包括这个台北中会、七星中会、甲西屿中会的教社部啊，伫主办吼，主办一个真大型啊，用这个啊纪念礼拜吼，纪念礼拜啊，这个纪念礼拜呢，咱特别有邀请到啊，咱的林先生苏大娘，有这个雅歌吼，雅歌唱团，还要来献诗，另外还佫有三个教会的圣歌队员的参与哦啊。个西米中会可能有那派神教会啊，信徒伫个参与吼。啊，咱唔通讲迄个讲题吼，唔知当做偌济啦吼，可能就不清楚啦吼。啊，你若讲题较大，过来无三三了啊吼，安尼你比较难吼就平安啊。所以啊，咱就变咧拜托中会吼，三个中会啊，吼咱个啊向之外啊，让咱个社会团体可以话咧，咱来参与啊，到到边啊来纪念。啊，迄礼拜咧礼拜刷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三月七日，啊，礼拜了后呢，咱都邀请陈义清教授，吼、哦，伊是中研究院的这个研究员，吼、哦，啊，特别要就二八啊，这个意义，搁一遍吼、哦、来唤醒，啊来甲咱提醒吼、哦，所以迄一日啊，特别邀请伊要来做演讲，啊，无事拍电话邀请是真欢喜吼，伊讲伊随时啊，会过来。啊，来这个所在来演讲，这是台北场吼、哦，啊，其他的场拢是后二月二八、二月二七、二月二六、三月七日，这是各县市拢总有当时进行啊，即个纪念下礼拜纪念的活动吼。过、哦、来啊，咱本来顶礼拜礼拜所要召开委员会，总是委员大家拢无闲吼，所以咱顶礼拜就召开咱这礼拜。哦，咱较等礼拜刷吼，啊，咱多啊，这个隔壁听车吼，啊，请咱的委员吼，赵委员这个赵教授吼，啊，好在读书吼，啊，好在读书，啊，人丢了吼，手机丢了，哦，啊，都
为什么呢？要信吼，要信下去吼，啊，不然听有哪，从你做来吼，啊，咱有教会啊几项代志，大家爱小可啊讨论一下吼，来参详一下，啊，这是咱礼拜三。咱今年这个过年吼，过二月十八到二月二三，爱有真侪人拢爱等于厝过年吼，啊，所以咱迄礼拜二月二日吼，住一礼拜，啊，咱家要食饭一拜。哦，迄礼拜咱即个所在，咱就无无去平衡做礼拜。啊，总是咱啊，就近你等于故乡吼，等于家己教会哦，参与教会礼拜吼，啊，咱慢啊，即个先啊，即礼拜甲咱报告啊，伫二月二日吼，迄礼拜咱就上上平吼，就是正月第三礼拜，今仔初二初八，十五二日第四礼拜吼，第四礼拜二月第四礼拜吼，咱即礼拜。啊，咱教会家无礼拜，所以啊，大家过年等于出吼，咱就当参与平个礼拜。咱顶礼拜出出二七人，奉献两千四百块，不仅奉献，咱家己看吼，一个人奉献。啊，二楼吼，啊，即请服务处知影。另外，咱礼拜日的后礼拜的事奉分担啊，处理也是服务处本人，书会请老师李长老、圣经啊、罗明世兄弟。哦，另外啊，新疆民俗教材方面，咱拢赶快要查出去啊。这个龙展吼，龙展进步不快吼，大家然后就有一个大联络一下吼，他们真孝良义吼啊。我现今有完成一些还比较一些的工作。现在来吟那个《上河西五百十九首》哈。吟诗社，我请林宏德老师来讲讲对。五百十九首以这个土地，爱信心祈祷，请来听。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慈悲上帝的疼痛，甲圣神的相通，甲咱进三个姊妹、三个弟兄，以及时到永世代无衰。阿弥。现在，我们那个高原时间。